阮爸罹患解离症。解离是一种心理的防卫机制，当一个人受到庞大的心理压力或是伤害的时候，透视个人的意识认同或是行为短暂性的改变，以回避伤害，以免招致情绪崩溃或是身心伤害。你爸爸一定是最近受到伤大的打击，才变成这样。弥姑跟安琪的关心，公司的破产对爸来说都是致命伤害。哪里医生这天我就治疗，还有要多久这张完成恢复？治疗的部分目前是药物辅助，帮助患者稳定的情绪，最重要也是需要患者自我排解的压力，才能慢慢复原。那是要多久的时间，这就是要看患者本身的状况。所以阮爸的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起来。家峰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失志。心理疾病跟白白不一样，亲人的陪伴还有照顾是很重要的。您都是阿伯亲人，所以您一定要较坚强的做叶靠山，比较可能好起来。我不对，解离症的患者若是要早日康复，亲人的鼓励也很重要，也要随时注意患者的行为，避免发生危险。医生，这样我都知道，多谢你哦。我会等你跟你爸爸。医生，什么人我都先悄悄连续失去两个囡仔，伊一世人的心片拢予伊上万岁人抢去，不过伊的钱找袂着，伊几个人拢帮伊，拢是我无好啦。假使讲我若较谨慎嘞，咱老家都袂向母学倒，爸妈就变干嘞。那会当怪你？这一切拢是陈忠信造成的，毋是你的决定。伊的目的就是想要看到老家的人凄惨落魄，恁若是因为这届打击，就永远爬不起来，安尼就真正损伊。子谦，我一定无机会跟你说多些。你唔但无搞计较，过去我对你亏欠，伫个阮老家农业所地时阵，一直伫我们身躯边照顾阮、鼓励阮。这个文件我真正不知道要给你报答。我是志翰的妈妈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需要这么客气。哎，姑爷。哎呦，啊你怎么啦？啊你还穿在穿到这样，整个头毛乱糟糟啊？啊？对，阿公刚才跟我冤家，小怕啦。你干嘛小怕？无啦，伊就拄只个头家，我也毋知好歹啦。啊，无紧。哎，伊哦对家己个食品哦，安尼一点责任感就无啦。啊，好心甲伊讲，佮搞冤家呢，当然甲伊相拍啊。阿姐讲啥啦？什么食品？什么头家啊？哎，无啦，我拄只去个贩卖部无，啊，看你卖糕啊，我就想讲哦，买一粒仔来食看卖。谁知一食落哦，哎，加落全粉啦，迄头工减料嘛，对无？我就好心甲伊头家讲啊，伊一听到安尼哦，足生气，搁搞骂呢，嘿，真正好心去予雷金啦。人迄吼，做食品的，唔着爱听迄吼人客的意见对无？啊，改良家己的产品啊，啊，亲像伊款头家吼，安遮不良啦，对无？嘿，伊安尼做袂久长的啦。金玉，你来做来遮，大东你催你呢。我着刚刚去当想讲来遮买只饮料的。歹势啊！我拄则找无你才着急的，你总算醒过来啊！金玉，你无代志了？你要创啊？你想啊？是讲你哪知我的名？金玉，你想怎啊？我是想你唔知啊？
我敢那毋捌看过你呢。啊，你敢是这间病院的医生？我家峰啊，你的阿婿。咱发生一场最严重的车祸，车并过啊！你伫车里面甲我讲，你足爱我，你敢袂记啊？金玉。啊！你别走，你甲我放开哦！我见过你哦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小雨，一个叫米姑。绝对无可能甲我谈恋爱不管的，伊一定嘛伫咧病院内底。小等下，你若互因看到你安尼甲我勾勾甜哦，伊一定会全上下来啦。小雨。我就知影你一定伫咧病院陪我。啊，是讲米姑嘞，伊奈无甲伊做伙。晴雨，你是咧讲啥？米姑早都已经……家峰，晴雨，你奈讲到米姑啊？咱刚讲创啥？你袂记啊？今仔是你生日啊，阮大爷要替你庆生。惨啊！我答应米姑，讲袂用让你知影呢，这要让你惊喜。来，别想安尼。金玉，不要紧啦，我袂让米姑知影，你要替我庆祝生日的代志。那么呢？咱先等爸爸，有医生检查一下，安尼你忙较早离开病院啊，好不好？好。罗在英。你現在是在搬地出的，你變無步啊，就這樣結功結效的喔。你想說這樣我會同情你，我就會放你煞，不可能啦。林女士，再引起你害到變這樣，你竟然還有辦法說出這麼無理性的話，你敢是人啊？這不熟哎哎哎哎，张先生啊，你那一来就把副秘啊气到安尼啊，哈！你欺负伊哦，哎，副秘啊是我上爱的查某呢，哈！你欺负伊，我无想要插你啊！我你讲，连这披萨吃，无要你吃，有够苦哦你，那叫你苦啊！嘿啊，莫浪费你的心血啦！以后对这种人啊，莫插伊就好啊，啊！哦，对，哎，这披萨吃哦，是咱永信集团以后的主力商品。唔通想多济吼！啊，好啦，既然拢动工啊，甲伊讲啊济嘛，等于是阿爸听落，浪费我的水嘛。要走紧走，莫阁我看到恁。路头路尾，小拄会着。哼！何家峰，讲啊歹听，即摆恁即口罩老的。少年的，你是不是有在条饲的饱，还阁是一个问题。你竟然还好意思伫我面头前呛声讲大声话？子涵，你提物件来走，行。我袂离开。大家拢要走，你袂离开？对，我袂走。我无想要对恁去吃苦，我会留伫遮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哈？因为我想清楚啊，我大汉啊，我想要选择我想要过的生活，我想要选择我家己的人生。对恁去吃迄啥物粗菜便饭，是咧，我无法度。你哪会这么天真？你想要留落来，但张新敢会同意？伊敢会让你留伫个遮？啊，佮有陈东俊啊！你敢佮会记？你捌甲我讲过，讲我参像你亲生后生同款，即句话敢佮有遵守？啊，是讲你认陈东俊做爸爸以后，咱过去感情就放水流，拢无去啊？感谢你，高长。你拢赶快叫我高张啊！还有啥物通我丢丢的？我这個人一向讲话算话，而且你的姑姑妈咪也是知影，你要留在阮的身躯边，伊会伫比你好的人更加欢喜。
安尼，恁大家拢有听着吼？我的姑丈要照顾我，拜托恁大家，请恁大家放手，让我离开，让我好好发展。我真正无想要去做什么普通人，啊，过什么有一顿无一顿的生活，什么什么目标，什么未来我拢看无的生活。我要留踮遮，我要过甲过去同款的生活。若是会当讨公道，帮助咱东山再起，不管什么代志我拢愿意做，什么危险我拢唔惊，甚至是要牺牲我家己未来，我嘛甘愿。子涵，是的，你为着要替老家报仇，甘愿让大家误会你是嫌贫爱富的囡仔。爸知影，煞袂当替你解释。爸答应你，绝对袂让你的用心白了工。你这是做啥？你竟然在最后反背你的亲人！我罗家峰，无你这个小贪妹，荣华富贵无顾忌的后生。罗家峰，志安已经不是一个囡仔，伊当然嘛有权利选择想要过的生活。而且我甲叶姐是真心爱志安，伊若对着阮的辛苦比，未来唔只会有出团。志安，免叫伊的名，当作咱罗家伯姐人。想要过舒适的日子，你保唔到。啊，不过千万袂当把做人上基本的义理都放袂记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的后生是一个这么苦涩、现实，是过我大平的囡仔。罗子安，你还记得你跟他讲的话？走行。阿公、阿妈、爸妈，请你原谅我，为着甲爸做伙拼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，我敢来当作不好子孙啊，请恁一定要保重。志涵一片好心，想要替你分担囡仔头的重担，所以你不应该艰苦，顶多要感觉安慰，因为伊是一个遮尼怕代志的囡仔。我既然无能为力，会当做自己牺牲的平台，我算啥物爸爸？我的志涵独家系列演戏哟。是的啊，志涵做这个选择，我刚才当配合伊演戏尔，我不是条刚怕伊的，我的心嘛都疼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东俊哦，上疼志涵，对不？啊，无要甲志涵引来嘛是正常嘛，对不？啊，等志涵大汉以后，佮家财都转来啊。陈东俊、王亚杰，以后我照顾志涵。我相信伊嘛没有陈东俊去伤害志涵。